它是扫码点餐，线上付款会比零柜来得好。付完款才会开始制作餐点哦。好，谢谢。听说他的炸鸡都是用牛油炸。哇哦！你用什么？牛油。炸鸡用牛油炸。哦。哇，这太多了。这样是什么？然后吃了汉堡。餐了吗？啊，还没，还在看。好，我先点。熬夜，舒服，熬夜。吃完十点，然后去看那个《禁忌》那个电影，就是它是前段，等一个半小时，还蛮好看的。然后我们再接你去丽华行，啊，丽华行，知道丽华行吗？台北的那个万高级公咖，因为它的这个设备4080，一共就是3星32寸，免洗的。美味しい。